还有你要尝试怎么做户外，站外流量，把你的直播间流量做大，而不是只靠他们，对吧？你现在能做到，比如说在线300人能做15000、20000，那你怎么能做到600人，同时是一场35000，对吧？1000、2500、3000，你要，你天天研究这个，你不要指望靠他们，懂我意思吧？你要想办法把自己流量做起来，比如说你这个星座周几周直播，你用什么方式把这流量做起来？这个呢就是身强财旺啊！你看这八字三个金生的水，肯定不弱，对吧？然后呢，十三生这个财，两个财星，这个呢就是，对吧？有钱的八字，这叫身强财旺啊，财富这三种情况。这个能理解的，这三种情况能够理解的，回复两个字理解。我们开始进入核心内容教学了。这属于财富的基本知识啊，这个必须要讲的，理解一下。这是我在精华班讲过的啊。这都属于基础知识啊。OK，太快了，啊，这个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不能太慢，太慢的话有些学员有意见。好，我们现在讲复命口诀，这个你们要作文了啊，如果你的八字有这个啊。那就牛逼了啊！所以等下看咱们直播间这几百个朋友，有谁有这种八字啊？想不想知道这个？哎，这怎么有点暗的感觉？屏幕暗吗？我感觉有点点暗了。好，我们先讲第一个，今天你们都等着这个啊。有点暗，你们觉得吗？直播间是不是有点暗了？调亮一点。我感觉没有晚上的时候亮了。OK，就这样。就是身旺财又旺啊，就是两个东西，啪，身体又好，财又多，就是身体又好，地又多，啪，知道吧？这种八字就容易有钱。我是为你们考虑，对吧，家人们，啊，处处为你们考虑。这个笔记不是随随便发的，这都是绝密。好，不是，不是什么称旺财旺，这是八字的财富三种情况，明白吧？这是三种情况，有钱的、没钱的两种，有钱的容易的一种。那具体怎么看有钱没钱？那咱们有口诀。好，你看刚刚那两个，我再看一遍啊。刚才说人太快了，再看那个两个有钱的啊。你把那三个没钱的，一个那个甲申的，还有一个那个。甲子的，还有一个那个辛卯辛未的。等一下那个申落申旺不清楚的，等下我们下一课的时候再给你们教一下啊。看八字要付费啊，不然我看谁都不对。不是这个，把这三个有钱的、没钱的、申强、申落还有。身财两停的三个八字对比一下，一个甲申的，那个是申落，一个是甲子，那个是申强。啊，这三个八字今后放一起看啊，还有一个是，对，这个呢是申太强和财星太弱，就好像身体非常好，但是没地种，比劫分财了啊，子水入了辰库，入了劫财库，没戏。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八字申太强，申太弱。而财星太重啊，就好像自己地很多，但是呢，
也想挣钱，也很勤劳，但是呢，身体不好，挣不了钱。这个呢，就是身强财又旺，你看三个心经对吧？财星又旺，这八字有钱。这个女的已经上亿了，这个女的最少能挣3亿，啊，最少能挣3-4亿，多的话能挣8亿。那她怎么才能挣8亿是吧？那必须得跟老师链接嘛，对吧？因为这个是线下的一些内容，就讲的比较快，然后有人说老师你老讲重复，但是这些东西是必须要掌握的，就不管你学后面多厉害的，这些东西都要掌握。好，那我们讲第一个，我都很紧张啊。一般谁的八字到这个就是起步就3-5千万啊，多的话就上亿了啊，甚至几十亿。好，第一个叫食伤旺财根生。定成大富，啊，这个人就是一定是有钱的啊。啊，加了带了一个身又强，财又食伤旺，财根生。身又强，食伤旺，大富就是3-5千万起步嘛，这叫大富嘛，就是一辈子基本上衣食无忧嘛，什么都花不完嘛。你如果有3-5千万，你志向小一点，你花得完吗？你不可能老花那3000万嘛，对吧？你3000万肯定放银行里，放理财嘛，就年化10%，300万，一年就花了300万完了。你又不是吸毒，对吧？你泡妞300万泡完，对吧？这小利都废了都，对吧？一般你有个3-5千万，基本上是花不完的啊，1-2千万的可能还有点小焦虑，其实基本上了千万，生活就是可以的。好，我们看一下首富王健林的八字，你就是对这句话有足够的理解啊。王健林的八字就标准的食伤旺财根生啊，定成大福的命。首先这个丑土里面是金对吧，又是湿土，是不是生这个三个癸水的，所以是不是生强对吧，仔细看。那如果是癸未就废了，癸未的话它就是一个小一个几千万的，就因为是癸丑，而且亥之丑会了一个北方水，所以他的八字有一个暗晦局，暗晦，所以他力量很大啊。申落的八字也有挣钱的啊，申落的八字就要见印啊，啊，见忌神交战啊，也会挣钱的啊，也有几十个亿的啊。但是一般来讲，申强的八字会比申落人更容易搞到钱一点。所以这个叫身又强啊，食伤旺啊，你看两个食伤啊，食伤旺，四个水生这个甲木，是不是食伤旺？财星对吧，通根的财啊，财根生，而且这里有个财库，戌土是不是火库？五寅午戌是不是半合了一个火局？这叫财根生。所以身又强，食伤又旺，财根又生，亥午暗合，进程大。再看这个，就那个77年的那个，他那个没有王健林有钱啊，但是也是这个格局，一样的原理是一样的。这个女，这个八字也是一个几个亿的老板啊，三个金生这个水，身强。食伤对吧，有水生食伤旺，财通了地下的根，巳酉一合，身又旺财根生啊，运程大，这两个都是上亿的。你们想这个老师给你看一下财富格局的啊，也可以这样好了啊，有两个通道可以获得。第一个呢，就是
购买1980的那个叫什么八字特训班啊，送一个给你看一下你的财富格局咋样啊？等下发出来。第二个呢，就直接打赏680啊，直接打赏680，我给你简单看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想看一下自己的财富格局，对吧？只开放5个名额啊，或直接打赏680，或直接购买这个1980，我给你断一断你的财富格局。这个很吃功力的，我断财富格局绝对是牛逼啊！我可以断准你哪一年挣钱，哪一年保破产，其他的不断啊，只断财啊，只断这个单项。需要的朋友回复两个字"要"。啊，万象更新打了啊，给他排一下，给万象更新看一下，把你的八字排出来，我看你这辈子能挣多少钱。我主要是讲你财运最好的一年，还有最差的一年，以及你终身的财富格局大概多少啊？然后讲这三个项啊，回答一个你关于财富的问题，肯定是过去也讲一下，未来也讲一下。过去你哪一年财运好，哪一年财运差，这个告诉你，对吧？未来哪一年财运好，哪一年财运差，对吧？明白了没有？这个不是细断八字，只是断财的啊，不然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啊。讲清楚，只是刚刚讲到课啊，13万财更生啊。这个黄晓东也买了这个特训班啊，给他们送一个这个看财的啊，就单独看财啊，其他不要问啊，现在只讲财啊，因为刚好我们需要几个案例。这个清楚了吧？13万财更生，再找一个，我的八字也是13万财更生呀。定成大富啊！我的财富能挣几十个亿啊！现在就已经有5、6个亿了。你看我这么有钱，还这么认真讲课，对吧？这是什么心态？有钱人不是说为了挣钱做一件事，知道吧？他是把一件事情做好了，财富只是配套而已。啊，已经两个了，还有3个啊。把八字排出来，人太多了，你肯定要过滤一下嘛，不然当谁的都不对，对吧？你要了解自己的财富格局，来把那个八字排出来。好，口诀啊，这个八字最容易搞到钱，这个八字啊，这种是最容易搞到钱的，就是王健林这种八字。啊，这个欣桐老师啊，购买了啊，给他一个。这个不是送看八字啊，只是看一下财啊，因为我们在讲课，刚好需要几个案例啊。再找几个13万财更生啊，这种八字最容易搞到钱的，就这种八字。反正我见到很多亿万富翁，大部分都有这个情况，奇怪。食伤是不是主人的头脑？对吧？你的头脑很厉害，对吧？身又强，头脑又很厉害，财星又大，食伤生财。我操，财星直接到位，绝对是牛逼的。好，还有最后两个了，错过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个只能看这么多人，看不了太多了。把你的八字、出生年月日、时辰发出来啊，还有性别啊。你看自己的可以，看别人也可以，随便，随便你看谁。反正你已经付费了，老师这样，其他不看啊，这个不是断八字啊，只是看一下财啊。还有谁？还有那个再找几个时尚身材的。这有啥呀？这个怕个屁呀！真的是，怎么玩的？提前防范，提前知晓，对吧？哪年容易发财，哪年容易破财？发财年份多去多动动，破财年份小心一点。啊，是状态。
反正你老公那个破事我都给你整出来，是吧？小三上门的事还是不多的，他妈！现在认到丁未，这是谁的八字啊？六七年的，是六七年的吧？你的是吧？好，OK，先从这个开始吧。丁未癸卯丙戌戊戌啊，这个八字食伤特别旺啊。食神的八字啊，食神八字不用看了，这八字肯定生女儿了。这八字食神呢、啊，食神为女，三官为儿，他坐下是食神，子女宫是食神，这八字肯定只生女儿了，不生儿了。反馈一下，是不是只生女儿不生儿啊？是的啊，食神的子女宫见食伤，坐下又见食神的啊，肯定是只生女儿的。子女宫又欠食神，然后坐下又食神，女命食神为儿，三观呢被寻掉了啊，未去寻，这个娃子生儿就会死掉，而且他只能生女儿啊，生几个女儿，戊癸一合只生一个女儿。这八字只生一个女儿，当然我想讲什么是我的自由，对吧？你不要要求我，但是有些八字很明显的特点，对吧？我想到了我就讲讲，那你不要对老师有什么要求，但是财我会跟你讲清楚，明白没有？德成宝利赶快把握，把八字排一下，只看财啊。这个是第一个啊，老师就多讲几句啊。戊癸一合，食神自官啊，自官得官，代表这个女儿呢，应该是在政府机关的。你这个女儿呢，是在政府机关上班的。国企啊，这是国企啊，政府机关啊，公务员。对啊，生个儿子死了嘛？你这八字我不是说了吗？你怎么我写了那么多你们没写啊？我刚刚不断了他很多断语吗？我说这个八字只生女儿，如果生了儿就会死掉啊，因为这个未续行啊，顶多定光，这个未土是死不了的啊。我说这个八字如果生了，我是不是刚刚说了他生儿子就会死啊？来，有听到的回复两个字听到啊，这个不是装逼的啊。这个八字很明显的，儿子待不住，儿子站不住的啊，生儿子站不住的八字，只能生女儿。所以他死了一个儿子，对吧？他会生儿，但是就会死掉。啊，因为食三官透出了嘛，代表也会生儿，但是呢，这个未两个三官行这个未土，这个未土呢是小土，去行坏了未啊，然后呢，鬼听。冲了这个丁，所以这个儿子听，这个儿子呢站不住啊，三官坏了。他八字里面不带生儿的信息，带行儿子，所以他就是生女儿，而且就一个女儿，戊癸合，癸水代表一，但戊癸合那个官星代表他女儿呢在机关政府上班，这个女儿今后如果姥姥做的话，能做到处级干部，就能做到国企的老总啊，副总经理级别，总监。那这八字你不开玩笑吗？八字精准无比啊，这灵那灵谁啊，四柱最灵，这准那准，八字最准，天下武功啊都不如八字神功，就是你学什么都没有八字牛逼，不管你学奇门六论还断事的准确度，就是没有八字准确，这是公认的啊。当然奇门遁甲老师也非常专业，对吧？
这个张三饼又把握了一个啊，就是站不住啊，可能滑掉了、流掉了啊，反正多种因素行掉了，就是留不住。他想生，但留不了，生不了，生出来就会死掉啊，或者直接就是在肚子里面就直接滑掉了。这是他的命，他女儿很优秀的啊，他女儿十生制了官星啊，官生印，印生生呐，很会读书啊。在月令通根至少是一本以上啊，一本211985级别的。这是第一个啊，就多讲几个，让你感受一下啊，也算支持一下的学员啊。我操！满月那天爸爸压掉了，就是满月那天爸爸把那个小孩压死了。这个也很别符合的，以财星为他老爹啊，辛金财星为他爹，续行坏位中的乙，对吧？续行坏了位中的乙，辛金不是冲坏位中的辛，位中的乙吗？反正我知道他女儿厦门大学的，不错了。厦门大学是985啊，牛逼的。牛逼 class， 这个八字很显然是喜印的啊，喜印的主房子啊，所以他至少会有三套房。这个八字喜神是那个印啊，不喜这个戌土。喜印的八字，他八字十神多嘛，不是喜印嘛，身弱嘛，身弱喜印啊。你们排11点要注意早子时和晚子时啊。你现在最少有三套房，你这八字财富能大个2-3千万。卯木主三呢，印星主三，这个财富至少能到3000万。这八字到3000万就上不去了，3000万的命。现在估计能现在60多岁，50多岁了。为什么三套房？卯木就主三呢？他八字印星为喜，印星主房子啊，知道吧？他喜欢买房啊，所以他会有三套房。但这个八字婚姻不好啊，两个食神，两个婚姻宫啊，这八字离婚命啊。这个八字是个离婚命啊。这个未续行嘛，婚姻宫坏了嘛，对吧？官星鬼丁冲，对吧？戊癸合，食神自官，克坏了官，这八字要离婚呢。没付钱不回答啊，这个不然他问题回答不完啊。现在只服务付费客户啊，算命的没办法啊，不然回答你一个人的问题，大家几十个问题出来，我都崩溃。今天你是第一个啊，就给你一点福利啊，多给你断断啊，用我们这个大课，就是那种收费几千上万的批八字的标准来服务你了啊，让你爽一爽啊，搞清楚人生咋回事。然后人家2天了，还不知道老师啥功力，对吧？没见过世面。你是不是2道婚姻嘛，离了婚的嘛？鬼丁冲啊，对吧？第一个老公肯定离婚了啊。你这个女儿好像是第二个，等一下啊。你这个女儿好像是第一个老公生的嘞。
你这个女儿是第一个老公生的嘞，第二个老公你没跟她生小孩，因为呢，癸卯和那个戊戌啊，癸是她第一个老公啊。反馈一下，第一个老公生的，第二个老公没生小孩。第二个老公呢是戌中的辛金，财星看老公。第二个老公的辛金生不出小孩，所以他是第一个老公生的。等你跟你现在这个老公没生小孩，嗯哼，雕虫小技啊，这个娃子能到3000万财富。现在应该有2000来万，再努力，最后10年到死之前能搞个3000，那他妈肯定啊，压死了儿子，我操！这还不叫震撼，震撼啥？雕虫小技啊！他的八字，辰戌冲、寅午戌合啊，老女儿八字不是，他的女儿不是土龙就是火马，不是戊戌年戊辰年生的土龙就是丙午年生的火金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庚午年的，他们女儿不是戊戌年的，就是庚午年的。如果还有的话，就是丙申年的。但我看应该是戊戌年，应该是这个戊戌戊戊辰年的，哪有戊戌年？戊戌年他妈08年。戊辰年。90年的马，05年的马，跟午火跟这个戌三合，91年的马，91年的马，那你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啊。线下更震撼，线上没办法震撼。互动的有点慢，不让你们开开眼界，还不知道老师水平是吧？所以江湖人称隔屏神断，啊，隔着屏幕都照样断。这个八字食神旺啊，食多愁啊，忧愁烦恼啊，操心啊，是不是食多愁啊？好，女命伤多克子息啊！我有个口诀嘛，克子女的那个口诀，你看印到她身上了。把那个口诀复制一下。不是有个口诀嘛，克子女的，看一下。子女多灾入黄泉。哎，不是有个口诀，复制一下，就昨天第一天讲的呀，记不记得？隔着屏幕断，这个很要水平的，家人们，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见面都断不准，对吧？我们是隔着屏幕断，这个家伙很有钱，很会搞钱，喜欢买房。说个第一天讲的那个克子女的呀，今天怎么发挥这么慢呢？命中子女入黄泉。
时速消应多有玄，命中子女贯全，时伤无字，女命时伤多无字。命中带多带克，命中必带克子息。所以呢，女人消应太多也不好，消应会夺食，食伤无字也不好，这两种都是女人克子息的特征。人生没有被夏老师花个16000-16800找老师断个八字，那都人生苍白。把那几个八字排一下，当完这个我们就简单看一下了，没有这么详细啊。要孩子啊，这个八字比较平稳，因为它是喜应的啊，所以这几年它容易购置物业啊，拉上其他的流年。啊，原局也看一下，原局要看的。缩小一点吧。嗯，这样可以。对。这样最好，对。好。乙申申绝卯。壬辰年肯定买房啊，第二年。这一年发财。或这一年买的房子赚了很多钱，这一二年肯定是发财的年。2019年，这一年也挣钱，容易买房产。2015年。这三个年份肯定有一年两年都买了房子，或者做了一个投资挣了发了财，这是最近几年啊。时辰旺的人担忧嘛，喜欢买保险。这个八字丙午大运不长，这个人生要发生大改变，也是丁未大运之后。35岁之前，这个八字都不行的。就说你跟第一个老公之前是一个穷光蛋，啊，跟第二个老公之后发财了啊，第一个老公是穷光蛋。哪一年拆迁？你这不叫劫财太多，这个八字，你这个八字身弱。喜应喜比劫，食伤太多。你要说是的什么？是不是你第一个老公是个穷光蛋，跟着第二个老公发财了？要应到这件事。你要试的什么？你这个八字第一个老公不行，35岁之前不行的，普通全数。你这个八字要进入丁未大运之后才会发财，特别是戊申大运，这部运就更发财。你的拆迁肯定是戊申大运拆的啊，因为戊申呢是食神生财，财之印。啊，所以你正儿八经发大财也是2010年之后的事情，但35岁之后就比以前好太多了。35岁之后可能有个几百万，但是要上千万肯定是在2011年之后的事。这就是命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反观你哪一年拆迁，然后你是不是不要老是试的准确，你要是应到我说的这个试，对吧？比如说我是35岁之后起运，对吧？这个45岁之后拆迁发大财，要被这样讲，然后才知道才讲的准确。
同理这帮人还可以，就是操心命，啊，特别喜欢操心。十伤多人呢，十多愁嘛，担心嘛，再好的担心，担心老公，担心孩子，担心自己。十成多人呢，也忧心忡忡啊，总担心自己有病，喜欢买保险，喜欢买物业。会有这样的信息，之前不行的。这个八字己酉运也不错，己酉运的有去穿穿化的财星，这部运跌要死。啊，卯酉冲，母亲也要走，这部运双亲要走很多。根据于你的老公出大问题。这不运老公要死人，这个八字老公会比你先走。他现在是45岁啊，还有名额，赶快付费。如果你们想私下给老师看八字的也可以啊，私下看八字呢是16800啊，详细给你看看清楚，全部讲完。这个八字走完己酉运啊就不行了啊，65岁以后建议啥都不要干了，颐养天年了，再干就是负债累累，就亏掉。现在人的这个毛病就是一直到老都去挣钱，不行的，挣到差不多了收山了，让小孩上了还去干。你老公肯定先走一步的啊，我看死他应该是在75岁左右。不要急啊，走了之后一大笔遗产等着你啊。15年未戌刑嘛，他老公是第二个了，第一个老公是癸卯嘛，第二老公是戌中的辛金嘛。好，缩小一下，这个就到这里了。有个3000万可以了，女儿也很优秀，对吧？在企业上班，年薪几十万，国企上班又有福利，老了有退休金，哎，可以了。震不震撼？来，觉得震撼的回复两个字，震撼。叫行家一出手，见字有没有？我断命没有废话的啊。不喜欢绕来绕去的啊，有可能呢，哎呀差不多啊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啊，没什么废话，没啥意思。断命就是简单直接粗暴。这个八字一生不幸福的，食神太多了，感情不好，食神克坏关心啊。嫁的老公要么是个不会挣钱，会挣钱的就身体不好，所以她老公会先走。我感觉这部运就要差不多了。这部运跟这部运就很危险，但是有钱，有钱能治好。己酉年啊，他们能过得了己酉年这一关吗？64、65，过了这一关啊，过了这一关的话，就能到74；过不了这一关，就在这时候走了。这个八字就是一生得不了老公的好。有钱也什么身体不好，没钱的就是垃圾啊，人品有问题。你看他妈的，小孩子，被老公压死了，妈的，这个为什么老公把孩子压死了？你看，戌土是不是他的婚姻宫啊？啊，是不是？戌刑位对吧？是不是？然后某戌合对吧？某木。对吧？癸丁冲，对吧？印字三官，这癸卯是不是她老公啊？癸丁冲，冲了这个小孩的印，对吧？消印去克这个位，所以我说他站不住儿子，生了儿子也会死。震撼是吧？
这个八字很经典的啊。哎呀，每个人都不容易的，兄弟们，算命他妈的听的太多了。啥叫算命？这就叫算命，好吗？当然，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啊。你看，全部准确，真不震撼？牛不牛逼？这个案例你们好好记一下，这就是算命的最比较高的，也不能说最高境界，就是比较牛逼专业的。有没有觉得我号码厉害？其实我的八字比我的手机号码厉害多了。但把号码在八字面前，那都是小弟弟了，徒子徒孙了。奇门是八字的儿子，那手机号码就是奇门遁甲的儿子，那就代表八字是手机号码的爷爷。哥哥走了，哥哥死了是吧？那他哥哥是哪一个？丁未是不是哥哥？丁未、癸丁冲、某克未。你哥哥好像是癌症死的，心脑血管急性病死的，就是两个原因。其实，你哥哥如果是近的话，就是18年、20年死的。如果近的话啊，就这个时候死；远的话，就是丁未大运死的。丁未大运的死亡的可能性更大啊。看一下，哪一年死？拉上去一点。口腔癌，我感觉你的父母是极有大运，给他走人的。哎，正常正常，到了这个年纪了，马上都死了。你哥哥呢？这几个年份容易走人啊。丁未大运应该是丁未大运死的，如果不是丁未大运，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15、18、20年的经验，应该是丁未大运，15、18、20。你爸爸极有大运，一定要走人的，怎么看呢？财星啊被戌穿掉了，卯有冲了。你哥哥是哪一年走的？你先确认一下是这是我说的这3年，还是我丁未大运啊？这两个运都有死亡的信息，但是丁未大运的死亡性可能更大，但因为那个时候才年纪轻轻的啊，这个时候可能是应该是15年、18年和20年这几个年份。从八字上最容易的就是这个戊戌年。15年，好嘛，我是说丁未年，乙未年。嗯，一个就准，牛逼啊！15年乙未年，乙木生丁火。火炎土燥就得死了。15年不死就18年，先以第一个时间为准的，一般算命都以第一个时间为准。第一个时间应到了，就是第再看第二个时间。15年就死了。我第一个说的就15年，对吧？15年不死，18年必走。18年还没走，那就是20年必须是受冲。但15年死了，就等于应到死，15年就等于是准了。要不要学好八字？想不想学好八字？好，这个就到这里了。这个是给你享受了将近，至少不说16800吧，至少享受了12800的服务了啊。这10000多的批八字就能批到这种详细啊。让他哥他妈的木旺火燥的年份要死。好好学，慢慢来，学到这里基本上家族就上岸了啊。
你们祖宗十八代就不用再考虑吃饭的问题了，就是想挣多少钱的问题，想多挣一点就多讲讲，想少挣一点混口饭吃，好吧？他这个火越旺的时候，他就要走，啊，一到火旺的时候就要走。你的八字火旺啊，性子也躁啊。你们也可以报名老师弟子，老师弟子39800啊，全套的交给你啊。这里有没有想要学习弟子的？送一个16800的批八字给你啊。今天认识一个有缘分的朋友，39800，送一个批八字给你，再送一个吉祥选号给你，好吧？还有没有这种朋友？上一下链接，认识一个这样有魄力的、有眼光的，想终身跟老师学习的，包学包会啊。但是有句话说清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这个就终身跟老师学习啊，把这个八字绝学传给你啊。我达到这个境界，就算是上岸了啊。这个八字也很好玩的。有没有哪个有魄力的、有想法的，想不要嘴上说想学习学习，对吧？这个学习必须要付出什么代价的啊？弟弟都学啥？就学八字啊，学4个八字课，精华班、大师班啊，这个实战班还有中级班。好，我们继续看那几个哥们的八字。这个你们看不太懂啊，因为你没学过啊。这个八字属于老师让你们开开眼啊。没什么图片介绍，我这还需要介绍吗？学4个课啊，那你可以干这行，就是牛逼。这里是老师地址的，回复2个字地址。我看这里多少是老师地址，你来回复地址值得。那介绍一下吧，让你们知道的德云老师啊，这些都是老师地址啊。你要写下地址值得啊，这么多地址，这个八字现在老师有突飞猛进啊。八字地址呢，主要是啊，看八字断好命、坏命、富命、贫命啊，亲自示范如何批八字啊。让我刚刚就是实战啊，批八字，如何处理婚灾、病灾、官灾、财灾、子女灾、父母灾、六亲灾啊，以及断婚姻、断职业、断身高、断财运、断父母。他小孩读什么书，对吧？都知道，对吧？这个兄弟姐妹，他哥哥啥时候死啊？学历、身高、长相，中级班啊，断哪一年啊？发生什么？哪一年发财？哪年倒霉？哪年结婚？哪年离婚？哪年生孩子啊？来，需要的朋友直接购买就可以了。这个绝对牛逼，是老师的王牌学习啊！今天现场多送了个东西给你，多送了个看八字给你，再多送了一个吉祥选号给你啊！实话实说，什么改命改八字都忽悠人的，妈怎么改八字呢？只能调风水、改名字、改号码。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第一个那个望相更新是吧？望相更新的八字排好了没有？刚完这个八字，我们来教学一下啊。望相更新，这个八字他妈的不得了啊！这个八字他妈的印字十三了，我操！十三又自关了，这个八字有可能会上亿呀，他妈的，这是超级！谁报的地址？哪个？啊，王维4138报的地址是吧？啊，恭喜你！啊，恭喜王维，
王伟老师弟子啊，掌声送给他。大家在屏幕当中恭喜王伟成为光明寺弟子，互动一下。这个妄相根印，这是不是你的八字啊？这个八字他妈的容易上亿啊！这个八字呢，对吧？坐下的亥水官星，对吧？身弱，这个官星食伤，还有财星重，喜这个印，印呢是他的喜用，然后呢生了丁火，啊，丁亥自合，对吧？然后后面为傍合了一个印，我操，这他妈的八字容易上亿啊！这个房产至少有八套以上，这是一个牛逼的八字。来，你叫那个良心，这个八字不要直接发那个啊！我说你容易上亿，你比如说现在有5000万以上，你才79年的哥哥，你才是刚刚出，说难听点。你还得干十几年，你现在多少钱啊？几套房啊？这个八字呢？你看啊，身弱的八字是不是喜印啊？是不是啊？这个印是不是自这个食伤啊？食伤是不是合了这个官啊？亥卯未半合了一个木啊？好，这个弟子都线下学习的啊，这个讲清楚啊，你要讲线下才能讲深度的东西。你反过来有几套房，有多少钱吗？现在不要怕，差不多是吧？差不多是多少呢？是5000万，可以啊，你这个家伙比那个还有钱啊。不管男女命啊，不要紧，前兆现在改成前兆了。这个八字有人说财星在这里，怎么是这个财星是不是生了这个亥啊？哎，这个八字他妈特别流通。这个金是不是生了水啊？水是不是生了木啊？木是不是生了火啊？火生了土啊？土又被他合过来了。只是这里有点人弯，你知道吧？他妈的有点弯。所以呢，他这个印如果通到年上，那肯定是个几个亿的。但是这里就是容易上亿啊，5000万应该是有。我说最少有8套房嘛，你看家老家有10套，这有钱啊，不错啊，可以哦，那么有钱。你是老师弟子吗？不是老师弟子，赶快去挂弟子。这么有钱对吧？你这跟老师链接链接，今后不得了啊。收房租，你的房子主要在广东吗？好，不扯了，我们讲几个口诀啊。刚好他的八字印到了第二个，叫身弱，身太弱，见强印。来，这个。身太弱啊，身太弱见强硬，致食伤，得大贵。刚好他妈的八字是印了第二个口诀，妈真巧。今天讲课很好哎，他这个八字印到一个弱八字，他的八字印了第二个口诀啊。他的八字是不是这么多亥卯未这么弱嘛？身太弱，见强印，是吧？这个印在月令，强印，治了食伤啊。这食伤是他的忌神，对吧？得大贵。好，他的八字印了这个口诀。刚刚是一种身强的八字，有钱，这就是好。那个，这个叫什么？
王健林的八字是身强的八字啊，他叫食伤旺啊，财根生，在月令的字是力量最强的，是叫强硬啊，在月令这个字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他为什么这么多房子啊？他这个八字肯定要搞，至少我估计得搞个18套，他才79年的呀，79年的至少还干到50多，还有10多年呢。一般能在30岁之前上千万的人，40岁就容易上亿，40岁能上亿的人，基本上到了50岁就能上10亿啊，一般是这样。啊，一般是这样。这八字阴阳也平衡啊，阳的阳的阳的，阴的阴的阴的，对吧？阴阳平衡啊，好八字。这是谁呀？妈，牛逼！给你点赞，把这两个口诀放一起对比一下啊，这里是两种有钱的特征。哎呀呀，好啊，看到你们发财我也高兴啊，遇到那个穷鬼的八字我也难受，要看有钱的八字啊。那不一样了，这个花了个钱，老师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八字有钱，而且这个八字一生都比较平稳，他应为用的人没什么大灾，一般不出什么大的问题，人很会搞人际关系，是吧，兄弟？方向更新，8套房现在值多少钱？反馈一下，有没有超过5-6千万？你的房子在哪里啊？还第一般呢，真的是10套房一般的也是大地主了，都这在古时候都是大地主了啊，一个镇上的首富了，4000多万，不错啊，牛逼啊，4000万，人家是实打实的房子啊，这个东西玩，这个东西是跑不掉的，不像你们有些股票啊，这玩意说哪天什么比特币，这玩意他妈说哪天没了就没了，这房子对吧，在深圳东莞，贵州的房子可以卖掉了，东莞深圳绝对可以的，未来的超级一线城市，真的，东莞深圳广州将会连到一起，还有佛山，这4个城市是一线巨无霸。4000万啊，虽然我也不止4000万，但是4000万还是很有钱，挣4000万，不是说营业额4000万啊，营业额4000万都不叫有钱，人一年只能挣个2-3百万，人家是净资产。好，还有没有需要把握老师弟子的，赶快把握，不要错过啊，这个八字可以，这八字金人合两个官啊，女人多啊，兄弟多个家呀，家多啊，这有包养小三小老婆的信息啊，兄弟丁壬合了一个官啊，然后这边又合了个财啊，两个女人都带印啊，都合了他的卯，要注意点啊。可以啊，错。牛逼呀，牛逼！厉害啊，这个是男命前兆，你管他打字干嘛，这是前兆啊。好，这个就到这里了啊，这个八字印了第二个啊，把这两个口诀来反馈一下啊，身又强啊，食伤旺，财根生，定成大富，把那个王健林的八字放上去。这个八字呢就身太弱啊，财官食伤印食伤太多了啊。他这个八字身太强，食伤旺，财根生啊，你看
才人生，对吧？所以进城打夫，这个呢，这个词上套到年上了，所以它这个印在月上，所以这个只有几千万，上容易上亿啊，它肯定上亿问题不大，但就是个把亿啊，多了也没有啊。拿上你把两个口诀放这里，放到这里，一个放到这里，一个放这里啊，对比一下，记一下，这两个刚好是代表性的，就是两个刚好呢是两个代表性的，两种有钱的八字的代表性的。一个放这边，一个放那边，你们记一下，截下屏啊。这两种代表两种赚钱的时候，挣钱命啊，都是富命。不要听外面喊喊什么几千万亿，他妈没几个亿，正儿八经有几亿的，都是贷款一大堆，喊喊的。全中国真正的亿万富翁也就十三万富。就净资产过亿的啊，全中国是136000多户，一户呢算三口人，真正额八紧也就是50来万人身家过亿，没那么多的，正儿八经的净资产过亿啊，就是刨去负债啊。就说今天讲课他妈的，我刚刚也挑了一个这个八字。一个是身强有钱，一个是身弱有钱啊，仔细看，今后看清楚啊。这个八字呢，身弱现印啊，印生生福印过来，然后自某克自助位啊，这个八字叫印制食伤，印制食伤的八字，它这个是个偏印，如果是个正印就会当官呢，但它是偏印，偏印就是做生意的。人对你们有收获也是老师人生价值啊，老师到这个年龄段了已经层次了，也是说名大于利了啊，就是说希望有些好口碑，对吧，也不求赚再多钱啊，咱们现在生活也绰绰有余。好，再认识一个入门弟子，是哪位朋友有魄力的啊，动动手啊。讲到这里，如果你们想看老师，哎呀这样好了，16800的看八字大家觉得有点贵是吧，今天老师开放9个缘分的朋友啊，交个朋友好吧，由我呢在电话里面一对一给你详批八字，或者你到了会场我一对一给你看个八字啊，好吧，也是冲冲业绩好吧，9个啊，多一个都没有好吧，就像第一个批那个这个那个女的，就刚刚第一个那个六七年那个女的那么详细的啊，全部告诉你所有，不像这个万象更新的已经报完了啊，看一下财啊，已经看完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把它看完好了。好，这两个就过了啊，这个是非常牛逼的啊。这个八字财富不大，富力是哪一个？这是你老公的八字还是谁的八字？这个王维的八字不是在这批，这详细批的啊，这要详细批的，要到课程里面详细给你批的。这个八字没什么财的啊，这个八字主要一个劫财合走了他的财星啊，这个一个上班的，上班的时候前期上班，后期自己做点小生意，做不大，几百万的，百万级的财富都不一定有，几百万的。哎，复利。
没有吗？没有吗？没有就过了啊！你当交了钱怎么不？这个跟他们比就差太远了，这个就是几百万的，这个就比一般人好一点。这是谁的八字啊？这是你老公的八字还是你自己的八字啊？这个八字主要财星被子水破掉了。啊、哦，然后呢，卯木申金又绝了暗合了他卯，所以这个八字财富能有一点，星绝上卯能挣点钱，但是不大，这个就是一个几百万的。你老公呢，就是一个三五百万的吧，最多，很难过千。反馈一下，这个八字应该是跟人合伙找，前期上上班，后期呢就是。自己小搞，小打小闹的，一年挣个几十万块钱的那种，也算不错了。就是说，就跟前面两个比，那就差太远了。但是跟一般人比，还是牛逼的啊！反馈一下，我看你老公走的运咋样啊？哎，你怎么这么慢呢？这么慢呢？14年开始创业啊，之前呢就是等于是80年的，80年14年，今年42，14年8年前，是吧？8年前36岁开始创业，对，这个八字不能跟人合伙啊，乙庚合劫财合财分合的，我操！啊？跟江帆那个差太远了，你看江帆那个八字，不一样的，年收入100多点。你说我是说去掉开销的收入啊，去掉开销的啊，不是总共那个收入啊，等于你现在手上大概四五百万。对吧？你要开销啊，这两个不一样的兄弟。他这个八字呢，首先他的官星是在这里，知道吧？官星是在这里啊，财星合了根啊，这个八字阴是阳，知道虚中的丁，知道七杀，你直接看杀呢？现在就三四百万，年收入大概能个50-60啊，也还可以的，但是跟他们几个就差远一点。那个是79年的，这个是81年的，这个呢4-500万。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八字有个劫财合财。一月上的财治不掉，只是吃十上的财。十上财卯木主八，凑到了一些月令，可能就是千把万。啊，搞得好有千把万，差一点800万。毕竟他40岁了嘛，他再干个十几年嘛，你算算嘛，一年挣个几十万、百八万，开销个30-40万，留个50-60万。而且这几年的钱越来越难挣了呢，不能是以前了呗，你要这样算的。现在钱不好挣的。这八字身强喜财星，财星在坐下啊，几十万几百万到千万，透一下月令，但是被劫财合走了。你老公经常被人骗的，不能跟人合伙的。这八字喜走木运啊，辛卯运不错，庚寅运的话要小心小人呐、啊。
他前期是跟人打工的，后期是自己干的。你老公八字挣钱的话，我看一下啊，己亥年，还是己亥年19年挣钱，19年超级挣钱。17年、19年这2年超级挣钱，真正赚大钱就是这2年，17年、19年。去年呢放小人了，去年，对的是吧？好，这个就到这里了。最好的一步运，辛卯运，辛卯运身体就要出点问题。壬辰运不好，壬辰运呢穿坏了印，壬辰运这步身体就不行了。去年小人很低，什么意思啊？好，这就到这里了。这是简看的啊，简单看一下的啊，不是那种啊，不是像那个刚刚那个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为了打个板，这个八字也还可以，就是犯小人。你们要特别注意理财，你的钱让你管着，你老公他妈的小人很多是吧？去年庚子年啊，劫财透出啊，子破卯啊，去年被小人至少骗，少的话骗9万，多的话骗40万，损失9万40万呢。讲到这里，讲一种破财的八字，好吧，家人们，这个八字身强财星不是特别旺啊，比劫有点多啊。如果他这个是乙亥，就牛逼多了。来，有没有点收获，家人们？好，这个就到这里了。这八字马马虎虎，最高可能搞个800万、1000把万。这要守住财啊，你这八字能挣不一定能守住的啊。对啊，大起大落一定要注意的啊！我看他16年应该要亏，把所有投入的钱亏了个七七八八的那种。16年是不是亏钱亏得很厉害啊？16年丙辛合申卯绝啊！好，就到这里了。好，我们讲课了。讲到这里，想不想让老师看一下八字？想的话，回复一个字"想"，我看你多少。18年也不行，16年也不行。18年是土埋金，有戌穿。你18年亏的这个钱，应该是16年做的决定啊，只应到了18年亏，是不是这样的？是1年后亏的。16年做的这个决定啊。下午呢，我们讲穷八字啊，穷鬼的八字，好吧？只要谁的八字印到这些，就是穷鬼。是的啊，等于还是16年亏的嘛？他说是的，16年做的决定不就16年亏的嘛？只是到了18年倒闭公司嘛。16年跟人合伙做生意啊，对方骗你们的钱。这样好了，今天呢，直播间释放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福利，好吧？从未曾有过的啊，就是报名老师电话或者语音啊，电话批八字，一对一的啊，详批的啊，或者那个叫什么，或者那个叫什么，那个待客人现场私下给你一对一批的啊，给到你们一个史无前例的优惠啊。人家只开放9个名额，好吧？也他是为了冲点业绩，说实话啊。人家给你看，你放心，张三米不要着急，详批的不是这样简单看的啊。财富、事业、婚姻、健康、财运、流年啊，身体、疾病、六亲全看的啊。这个是我们收费16800的，今天在直播间啊，只限9个朋友，抢到就赚到啊！你也可以卖给别人。我说实话，真的，
这个价格等一下有人要骂我。只限直播间的啊，其他的没有啊。等一下，前九个啊，可以加老师私人微信，3680。再送一张老师线下的精华班八字精华班的1680的门票一张给到你。321，啊，想要的回复，觉得这个超级优惠的回复两个字，超级。老弟子最有清楚啊，今天是冲点业绩，刚好这段时间老师比较空啊，明天给你，明天就把你交付掉，明天我看八字啊，明天我没啥事。321上链接。这个是一对一的啊，就是至少原来也是要付弟子都要付6800的，陌生人要16800的，今天是算是交个朋友啊，因为疫情期间啊，7月3号、4号我们就开课，就没这个，不可能有这个优惠的政策了啊。对，反正报了名的，明天就给你看。明天我啥事没有，就把这九个八字全部看完。这个客户报了入门地址是吧？恭喜恭喜啊，非常棒！还需要报地址的，不要错过啊。哇，我非常棒。好，我们讲一下穷八字，再讲最后一个富八字，富八字的特征吧。富八字口诀3，这价格太值了是吧？口诀3，日主强，财星旺，不见劫，必得大贵啊！这是必得大贵。日主强，财星旺，不见劫啊！富命无疑，这种八字呢，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八字。我先给你们讲个案例啊，你们大概就了解。那个91年的嘛，她的八字日主强，财星旺，不见劫啊，富命无疑啊。这个介绍点产品要理解一下啊，因为你们都懂的啊，不用我说了啊，我们介绍的也很快，对吧？购买是自愿的，对吧？他这个八字呢，日主强啊，三个星金，不见劫财，全是比肩啊，是吧？财星又旺啊，不见劫财，富命无疑啊，这是富。需要报名这个一对一批八字的，错过就不再有了。你可以现在囤点货，对吧？卖给别人，我卖给别人都16800块钱的啊。只限咱们这个速成班里面的学员啊，3680啊，人生的一切答案全部揭晓，对吧？有没有这个八字啊？就日主强，财星旺啊，不见劫。富命无疑，这就是富命啊，一生不为钱发愁啊。我发现啊，什么样的八字人的钱最多呢？水木的和这个水火的，就是木克土的财和水克火的财最大。金克木的财没有这个土克水啊，金克木啊都没有，还有什么木克土、火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火克金、木克土、土克水的财都没有这个水克火，还有这个木克土的财。
同样一模一样的八字。哎，不要扯，这个算命是自己的选择，不要去强迫人家算命。啊，这三个是复命啊，只要谁应到这其中一个，牛逼。好，接下来我们讲穷命。富命的人都很简单的，就赚钱就那几个套路，穷命就乱七八糟的，有吃喝嫖赌的，对吧？有包养小三的，啊，有这个身体不好的，啊，有赌博的，还有这个懒的，是吧？有被骗的，啊，投机取巧的，脑子笨的，啊，穷命我们有一大有七种。啊，刚刚恭喜这个任桥啊，报名老师入门弟子啊。说实话，在线上卖39800，一般人根本想都不敢想，就是夏老师能做到。说实话，是吧？你要知道，在线上卖39800，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兄弟。我们讲生辰八字是贫贱门，请了36800的，来，大家都一起恭喜一下任巧报名老师八字弟子，来都互动一下老弟子，恭喜我们弟子又加了一个群体啊！对，这几人这个孙琦姐说的对，穷人世间千姿百态啊，富人世间大致相同。啊，就像美女美就是那个样子，丑的是丑的乱七八糟，有牙齿没的，眼睛瞎的，对吧？秃胖子的，对吧？耳朵没有一条的，眼睛瞎了一只的，对吧？鼻子塌的，那个美女，对吧？就是端端正正、亭亭玉立。哎呀，他妈！好，恭喜我们弟子班又加入一个大的群体啊！任桥好像我是给他断过号码还是断过什么，一般被断过的都镇住了啊。好，这个就到这里了，这样好了，现在时间有老师弟子继续跟他分享啊，分享个10几20分钟，我老师时间到了，我先去吃饭啊。是谁分享啊？你感召一下啊，你们作为老师弟子感召一下。好，我爱你们，祝福你们，感谢你们，我爱你们啊，我们下午见，继续他们分享一些简单的基础的内容。需要报名的朋友把握啊，千载难逢的机会，特别是3680的，赶着3680的啊，下午见。好，那来我们所有的家人呢，用鲜花和掌声呢，感恩老师早上的辛苦付出，好吗？来，我们所有的家人呢，在这里写上感恩老师，因为我觉得感恩的能量场呢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好，非常感恩所有的家人，那今天早上呢也有非常多的家人呢把握了咱们的批八字以及呢咱们的弟子，所以呢我觉得呢咱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师兄师姐呢，可能咱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觉得这份情感呢比见面的可能还更深厚一些，毕竟呢我们都是易经的爱好者。那我相信呢，来，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呢，觉得今天早上呢老师所讲的课程震撼吗？来，觉得震撼的呢回复震撼。其实我告诉大家呢，真的就是老师每讲的每一个直段的法门呢，大家呢就一定可以好好的去使用，只要你使用呢它就一定会非常的精准。我觉得这也才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呢会啊选择来跟随咱们老师学习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家人你想知道老师就是想批八字的话呢，就直接啊那个抢购那个3680元的那个老师语音批八字，因为呢明天呢老师正好有时间，所以呢基本上
如果说您抢购的早的话呢，那明天早，明天呢，您的八字就可以被您被批到的啊。然后呢，抢购了之后呢，您到时候呢，就是把您的信息呢，直接发给咱们的那个老师的工作微信也可以，或者是找我们的线上助理也可以，好吗？好，来，所有的家人明白吗？刚才呢，我就紧跟着老师刚才所说的内容呢，我看买了还没解财富的是下午还解吗？那个易经数字应用实践者这位家人，您放心，就是如果及时下午解不到呢，我们也会给您排队，在明天或者后天呢给您解到，好不好？然后呢，下午呢老师还会继续解，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呢下午呢老师同样讲的还是财，只是上午呢讲的是大富的格局，那下午呢也有可能会讲到一些呢不怎么富的格局，就是不太好的格局，或者说赚不到太多钱的格局。好，非常感恩所有的家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所有的家人，那我们就把这两天呢，同样老师所讲的这些知识点呢，给大家过一下。首先呢，我们就把老师今天所讲的这个八字的富，就是刚才的，对，把这个地方呢给大家来过一遍。就是这个呢是基础，就是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个三个直段的法门呢，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但是你在了解这个直段法门之前呢，一定要对正财格，然后呢偏财格的八字，包括呢八字的三种形态呢，一定要有所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八字断财富的法门。首先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各位家人呢，每一个人的八字呢，如果您的八字有财星，那您首先第一个要看的，您是正财还是偏财。那正财呢是属于什么样的财富呀？是属于劳动型、稳定型、固定型、常规型、持续型的收入，也为小的收入，保守本分上班族开店的小老板居多。很多的家人说，那老师，正财格的人一定没钱吗？来，大家告诉我，正财格的人一定没钱吗？或者说财富比较小吗？来，是觉得是这样的回复是，觉得不是这样的回复不一定。来，所有的家人呢回复一下啊，然后呢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参与感，然后呢您才会去关注，那这样的话呢学习就非常的好。好，袁旭航这位家人说不是，太棒了，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知识点的时候呢，都一定要懂得应用自己的大脑。其实呢，您的财富的大小呢，不在于它是正财还是偏财。虽然说正财格的人呢更注重理财，正财格的人呢比较是累积型的财富，正财格的人呢相对来说呢，花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不会铺张浪费，不会大手大脚，这是正财格的人非常好的地方。那偏财格的人呢，当然有偏财，人无夜就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偏财不富，有偏财呢固然好，但是偏财格的人却要特别注重理财。一个不会理财的偏财格的人，到最后可能还没有正财格的人赚钱多，或者说呢累积的财富多。那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呢，其实在于你财星力量的大小。如果说你的正财呢能够在月柱上面，而且呢非常的有力，没有被刑冲克害，或者说直接通到年柱上，那你同样呢也有上千万甚至于呢上亿的财富。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偏财，但是你的偏财只是在石柱上面，或者说呢只能到坐下，那你也呢就是个几百万的格局。所以呢正财还是偏财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个财到底有没有力量是最重要的，大家明白吗？来，明白给老师回复明白，不明白呢也千万要回复一下啊。对，不明白的家人呢，老师会重点关注一下你，好吗？所以呢，那如果说在一个人的八字里面呢，偏财为爆炸型、短暂型、偏门型、突发型、不稳定型的收入，也为大的收入，财富起伏大，花钱大手大脚，容易负债，要注意理财。所以呢，您会发现呢，就是偏财格的人呢，一般不太喜欢干嘛呀？不太喜欢上班，就是朝九晚五的上班呢，这种偏财人是做不到的。那他哪怕上班都会做营销型的工作，就是收入不稳定，哎，这个月可能是五万，下个月可能攀升到二十万。所以呢，偏财格的人呢比较喜欢自由，比较喜欢交际，比较喜欢大吃大喝，比较喜欢社交。然后呢，当然呢，他也特别喜欢
在外面呢比较喜欢赌博呀，比较喜欢去买马呢等等，其实他都是偏财格的人。当然呢你还要看看那个财为喜还为忌。偏财格的为喜的话呢，您可能买个彩票还能够赚到钱，然后呢偶尔去澳门一下可能还能赚到钱，但是如果偏财为忌的情况下呢，那就不一定了，也许你赌博的越多呢输的越惨。所以呢这个呢就一定要去关注一下。那刚才呢给大家呢看了一下财富绝密法门的直断的这两个法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财富的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叫生弱财太旺，为生弱无以担大财，体弱无以成大贵，很难赚到钱，即使赚到了钱也不稳定，容易留不住。这个呢其实这类型的八字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非常的常见，就是生弱财太旺的八字。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呢，大家有这类型的八字呢？没有正财也没有偏财，对吗？没有正财也没有偏财，看财富的格局不一定要用财来看，您可以用七杀来看，可以用官来看，还可以用食伤来看，甚至也还可以用印来看。比如说刚才呢老师批的那个万象更新那位师兄的八字呢，他的八字呢不是用财看财的，他的八字呢是用印看财的，大家发现了吗？因为呢他的卯木在月柱上面，月支，然后呢而且呢他的亥卯未合了一个木局，他本身是丁火命，他喜木，所以呢他这个印的力量就非常的强大，所以呢他是用印看财的。当然对于咱们所有的初学者呢，您如果老师给你讲的太复杂的话呢，反倒会让你觉得没有收获，所以呢大家就现在呢先跟着老师的思路来走。如果说对于想深入学习的呢，那就建议呢大家呢可以稍微往前走一步。其实说句老实话呢，有时候大家觉得哎，你说学习肯定是要花钱的，有时候呢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呢就叫什么，学习不花钱好像是永远学不会，这个意思就是你会付出了，你才会在你的内在呢才会产生重视啊。如果呢就像咱们这两天的课程，如果说我们很多的家人您根本都没有付到698，然后呢是直接来到这里的免费来听的，其实您这两天不可能待在这个里面，不可能待在直播间。那即使呢这两天没有时间听呢，你也可以到时候呢会，也因为你付了钱，所以你也会去看回播。身强财弱平分还是没学会。麦姨今天下午2点钟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会重点再来讲一次身强身弱的算分方法。那麦姨这位家人，您2点钟呢就一定要来。那君君师姐说价值交换，真的君君师姐确实是这样，没正财也没。好 ,OK, 那所有的家人呢我们接下来就过了。那所以呢很多的家人说，哎老师我本身就是身弱财太旺，那应该怎么办呢？那老师给大家告诉的化解方法呢，就是名字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加持和补充我们八字的通道。大家切记，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姓名学的老师，我非常的关注名字，我的名字改了2次。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把名字改多次。改电话号码那是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改名字2次以上的其实并不会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名字对于我们的人生影响有多大。如果一个八字，其实越特殊的八字，我觉得名字越要慎重啊。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呢是身弱财太旺的。那第二个呢是八字身强而财太弱，为比劫夺财或不见财星，也不容易有钱，或即使有钱也辛苦，付出多回报少。第一种呢，即使有钱也是属于大起大落型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哎，你有钱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今年赚了100万。但是留到我手里的只有10万，就你赚到的钱并不代表你的财富，只有你留下来的钱，真正存到自己的银行卡里面的钱，或者说把它转化成资产的钱，它才算你的。所以呢，我们身弱财太旺的人呢，并不一定这个人没有赚钱能力，但是呢，存钱能力一定很差，这类型的人更需要去关注理财。然后呢，那第二种呢，也是八字身特别强，但是财却特别弱。财代表什么样？我们可以控制的，包括我们的房产呐、包括我们的土地呀、资产呐、所有的我们可以控制的，包括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下属等等。那如果说我们的身强，但是呢，我们能够控制的东西范围却很窄，那当然呢，也没有太多财。而且呢，如果一般身强的话呢，八字里面都会出现比劫夺财的现象。我所说的60%以上的八字，身强的八字呢，一般可能都会现比劫
比肩或者劫财。那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财呢，正好这个财呢又可能比肩也会来封你的财。所以呢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针对咱们八字如果说生太强的，然后呢比劫比较多的这类型的人，只能证明一个点，如果别人找你合作呢不太适合，您不适合跟别人合作，因为一般如果合作的话您可能是在为别人做嫁衣。第二点有点像我啊，君君说第二点有点像你是吗？其实君君师姐，你的财富格局是蛮不错的，你的八字要是详批一下的话呢，你只是呢不知道自己的流年大运，所以呢损失了很多的财富而已。所以呢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也要特别注意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就是八字身旺财又旺，为身财两停格，80%都会有钱。就是说这个呢是一种能量的匹配，哎，你身很旺，赚钱的这个体力呢就特别的强，然后呢你的土地又特别的多，然后呢财又特别的多，那这个两个呢形成了有效的能量匹配，那这类型的人呢基本上也比较有钱。三个比三个偏财，安然，三个比三个偏财是吧？那得看一下比劫在哪里，偏财在哪里。那比如说比劫在时柱上，然后呢偏财在月柱上或者在年柱上，那他们两个的距离比较远，就不一定能够夺到你的财。但是如果说你的偏财呢在月柱上，然后呢你的比劫呢正好在年柱上，那他们两个如果能够产生关系，那就基本上呢你的财富会被别人夺走了啊。就小命啊偏题啊。哎，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呢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如果说你的八字呢是身旺财又旺的呢，就恭喜你，基本上呢反正肯定是蛮有钱的了。你说赚钱辛苦与否呢，这个不一定，就有些人赚钱比较容易，有些人赚钱可能相对来说自己付出的会比较多，但是呢相对来说这种格局呢一般都会有钱。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家人，您看到一个八字呢，首先要把他们分成这三种情况，那他到底是身弱财太旺呢，还是八字身强财太弱呢，还是八字身财两旺呢？这三种情况呢，我们基本上呢 60% 以上的八字呢可能都已经能够界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的呢，就是这个真传八字之富贵门的口诀呢，其实它是什么样，它是上面的补充。就你会发现呢，我们口诀看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那如果老师都已经说了，如果能够完全符合这些口诀的这种人呢，就基本上不是那种小富了，至少都是3-5千万起步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一下，然后我们所有的家人呢过一遍过，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啊去中午呢去吃饭了好吗？然后呢第一个呢叫身又强食伤旺财更生定成大富，来给我来个案例啊。然后呢身又强食伤旺财更生定成大富，很多的家人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他有先决条件，你给我把这个房身又强那个地方给他放出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谁的八字呀，这个是王健林的八字。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王健林这个八字呢是什么。来，所有的家人，他是癸水命，坐下丑土是湿土，而且呢丑土是金，就是金库，所以呢坐下的这个金库呢源源不断的在生他这个水，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呀，他还有两个比肩帮扶。这个八字呢其实呢他身还是蛮强的，大家说对吗？因为呢他有强硬，而且有比劫帮扶。那我们很多的家人呢肯定在望说，哎，那这个八字呢身特别的强，大家来看一下他的食伤。他的食伤呢就是这里透了两个伤官，然后呢这里一个甲木，这里一个甲木。很多的人会说，哎，那他这里的财呢只有一个午火，为什么说他财根很生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甲木是需要生这个午火的，木生火，但是呢这个火要归到这个库里面，因为戌土呢为火库，所以呢这个午火呢是要到戌库里面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如果说他这个八字没有这个戌库，他的财富格局就会降，他就没有这么多钱。现在王健林应该至少是百亿级别，他可能也就是个10亿级别或几个亿的级别。但正因为呢他有了这个库，表面上看着这个戊土戌土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正官，但是实际上呢它是火库，就是这个午火呢是归到库里面了。只要八字带财库的人，基本上呢财富都比八字没有库的人呢要大，
而且呢累积的财富呢也要多。来，我们所有的家人听懂了吗？听懂了回复一下听懂了。然后呢，如果听懂了呢，那这个我们就过了。然后呢，因为呢今天早上呢老师给大家批了很多的八字，那很多的家人都说太震撼了。其实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就您可以直接报名老师电话帮你批八字，就明天会电话帮你批八字。我没有库，我有库没钱呐。安然，你有库没钱只能说明一个点，你的库没有被冲开。有库没钱的原因就是你的库没有被冲开。安然，你把你的你有资格让老师帮你看八字吗？如果 你没有资格的话，我建议呢你去看一下，那我是不是闭库了？如果说你出现闭库的情况，那闭的是财库的话，比如说乙梦乙，你的财库是乙木，然后呢在未库里面，那正好又有五位闭库，那等于你的财库就被闭了呀。具体呢，因为呢老师没有看到你的八字，所以我不能确定你为什么。有可能两种情况，第一个是闭库，第二个是你的财库没有开。你看它这个地方的丑戌是不是相刑？所以呢两个相刑，开了财库又开了印库，这也是他为什么有钱的原因，就他两个库然后呢相互之间呢刑开了，所以呢作用力会非常的大。火库再生丑，火库生不了丑金库啊，但是呢他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力量。然后呢火库是生不了丑金库的，因为火克金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这个案例过了一下。那我们所有的家人呢，就是你有库呢就一定要被刑开才能有钱。然后呢没有库呢就要补财库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完了，我还没看。安然，安然，你好像刚才有那个什么，有报名是吗？有报名，有给你批八字的机会，到时候呢可以详细的问一下。相生呢，陈教陈敏是吧？陈教这位家人，我不知道您说的相生是什么意思。相生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什么不好的？什么叫库？程序丑位都是库啊，只不过呢就是你的日柱不一样，所以呢你的这个库呢所表现出来有可能是印库，也有可能是你的财库，也有可能是你的食伤库，还有可能是你的比劫库，就不太一样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口诀。第二个口诀呢是生太弱见强硬，致食伤必得大贵。这个呢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咱们万象更新那位师兄的八字。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师兄的八字呢再拿出来看一下。来，我们所有的家人，就像老师说的，并不是所有的生弱的人都赚不到钱，只是相对来说呢生强的人可能赚钱的几率比生弱的人呢会稍微大一点。但是生弱的人如果说他的八字的整个八字的格局配备的好的话呢，他也能够有大富啊。行开冲开都 OK 啊，只要开了就挺好。怎么补财库？上官，这个呢就是下次我们每次直播间呢会给大家来教，然后呢下次呢您有机会呢来听一下。我日主是丁丑坐下金库，哦，年柱是生金库。季小敏这样发呢，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像光明是这样，然后呢你说一个我突然就大脑里面能够给你呈现出来。然后呢我没有办法，因为呢老师毕竟呢跟大家一样，只是比你们学的稍微时间长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呢如果说是想看八字呢，最好呢找老师帮你看一下。那就像今天老师刚才给大家机会打赏个680就可以看一下财富格局，真的觉得前所未有。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懂得去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苏宁，太棒了啊，嗯，打出来了程序丑位。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八字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丁火。其实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丁火呢是有点弱的，为什么呢？大家来看一下，坐下是一个亥水，这个水是不是要克火？然后呢这里是一个辛金，火是不是要去克金？又是亥水，然后呢唯独能够帮到他的呢就是在他的月令，所以呢这一点呢就非常的好。但是这里又有两个食神要泄他，所以呢如果从这个八字整个格局来说呢，我们就看一下帮助他的呢只有这三个，然后呢但是耗泄他的呢1、2、3、4、5有五个，所以呢就这个能量是不平衡的，也就代表呢他八字有点生弱。
但这个八字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坐下呢有一个亥卯未，会了一个亥卯未，合了一个东方，合了一个木局，就亥卯未合了一个木局，所以呢表面上看着它好像只有月令的这个印，但是实际上呢亥卯未合到一起之后呢，这个木的能量场呢就大了非常多倍，所以呢它的印星的能量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会有钱的最主要原因。那通过这个八字呢，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是通过财来看财的话呢，其实它的财在哪里啊？在石柱上面，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这个八字呢就不能靠这个财来看财了，它是要靠这个印来看财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来套这个口诀，生太弱，它生比较弱，然后借强印，单独的月令的印呢本身能量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亥卯未再合了一个木局的话呢，这个印星的能量就增强了无穷倍。然后呢治食伤，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食伤呢，卯木是不是可以治胃土，然后呢叫木克土，对吗？所以呢它的食伤，这个己土呢是从食伤里面透出去的，就是从这个胃土里面透出去的，它们两个本来就是一柱，所以卯木只要能够把这个胃土治住，那己土呢是自然而然被治了。然后呢亥卯未合了木局，本身呢也是一种治的方法，所以呢它的食伤呢被治的非常的完整和干净，所以呢你看治食伤必得大贵。那老师刚才已经说了，那他这个八字呢至少呢就是8000万，然后呢有可能上亿，就是这个原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呢看了第二个口诀，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看第三个口诀，日主强财星旺，不见劫复命无疑。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字，我觉得不见劫。如果说一个人的八字里面财星很旺，然后呢他见劫财的情况下呢，其实他的财富呢就会分流，就是这个钱呢不仅仅是他要使用，是他的亲朋好友啊，然后呢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呢要一起来用，所以呢这个呢非常的重要。这个有案例吗？这个来，我们再出一个案例，就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呢，咱们就今天早上的课程呢就接近尾声了啊。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八字呢，很多人说，哎，老师，你看他辛金辛金辛金，这个难道不算他的比劫吗？大家告诉大家，这个叫比肩，不叫劫财。其实呢，比肩呢代表什么呀？代表他自己，就是他是辛，然后呢，这个也是他，这个也是他，只是他浮盈到了月令，浮盈到了。年柱福音到了月柱而已，所以这三个星都可以代表他自己。那劫财代表的是异性的兄弟姐妹，然后呢这个比肩代表的是同性的兄弟姐妹，可以代表自己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三个星呢都可以看成是他自己。所以呢大家来看一下，日主强，然后呢一二三，然后呢这个未土又在生星生金，然后呢这里的尘土也可以去生金，所以呢这个日主呢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呢财星旺，大家来看一下，它这有卯木，然后呢这有卯木，关键呢这个未土呢是木库，未土是木库，就是它的财库，所以呢它这个八字的财星就特别的旺了。那接下来呢，而且呢水本身也可以生木，所以呢它的财星很旺。然后呢不见劫，所以这里的不见劫呢就专指劫财，不见劫财，然后呢复命无疑。那这个女孩呢1991年的，现在已经1-2亿了，而且呢他从2013年以后，2013年老师是现场批过他的八字的，当时我也是在的啊，就2013年之前呢一个月几百块钱的房租可能都出问题，但是2013年那一年他就赚了500万，然后呢就很快上亿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后期呢，就刚才呢有几个家人报的是老师的弟子，那后期呢大家也会接触到咱们的喜忌法，就是天干的喜忌，然后呢还会接触到咱们的格局法。其实呢从这个呢，如果说从格局看的话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格局。所以呢咱们学八字呢不能只学一个，对，江汪冲天说父母早亡，是的，这个八字呢对父母不好啊，但是只是咱们今天讲财，所以呢就专门讲了财而已，大家明白吗？就越好的八字呢，其实它可能对其他的六亲呢是有一点点伤害的啊。所以呢那今天呢给大家呢讲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能够了解到八字对我们的人生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花几千块钱
然后就把自己的人生呢了解清楚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所以呢，那刚才呢给大家过了这三个，然后呢，如果说不理解的家人呢，您到时候呢也可以在私下呢再去把它详细的看一下。然后呢，包括咱们所有的就本次课程的回放呢，大概会在明天和后天生成，因为呢现在呢全部都是直播，下午结束就会生成是吧？下午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生成回放啊。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八字有疑问的家人呢，那你就直接报老师的语音电话批八字。那这种批的话呢，就会很详细的，不仅说你的以前，还说你的接下来。那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有没有想要让老师明天帮你就电话批八字的？来，有的给老师回复一下。对，红树林，红树林，你这是有点基础，所以你才可以这样说。但是咱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很多的就刚接触的八字的家人呢，我们不能把它搞复杂了啊。昨天一直没时间上，能不能发一下基础知识？谢谢老师。小敏，找一下我们的助理老师，可以发基础知识给你，或者说在我们的光明师的那个在我们的光明师的工作微信的朋友圈，一般我们都会有基础知识的图片。卓云老师下午2点开场给大家做课程的总结。好的，那我们所有的家人2点钟呢，我们的卓云老师要开场了。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很多家人期待已久了，是吗？汪春天，是你特别懂得加持老师的能量，非常感恩你。晚上，今天晚上呢，有我们卓云老师的直播，到时候呢，大家去看好吗？助理老师怎么联系？助理老师呢，就是助理老师，光明云音堂413，这个是不是？是这个，都可以啊。来，给这个发信息就可以。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的助理老师真的非常的辛苦，他昨天晚上2点才睡觉，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您发了信息呢，可能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你，大家不要着急。然后呢，多发几次好吗？因为我们的线上的人数特别特别的多。好的，小幸运，你也可以加助理老师的微信。但是呢，给大家说的呢，只能发基础。然后呢，如果说对于昨天的老师所讲的课程笔记呢，那最后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您自己看回播的时候呢，详细的做一下笔记。我们自己也是在听课的时候呢，自己做笔记的啊。下午光明老师几点上？老师呢大概是2点45分左右会上场，但是泽西我建议你2点钟就来，因为2点钟呢会是我们的卓云老师给大家呢来做系统的这样的总结。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卓云老师呢目前是我们得道学院的八字女神，就是我们的夏老师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的卓云老师呢也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大家呢下午一定要来。对，苏宁，好的，到时候呢您可以让卓云老师呢再给您简单过一遍好吗？好，那非常感恩所有的家人。来，最后再问一次，大家有没有想让老师明天帮您批八字的呀？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跟老师的能量链接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啊。老师一些可以对，可以发在就是助理的朋友圈是有的啊，大家直接去那个什么呢，哪一个，这个来，没有这个助理的，没有这个老师专属助理的这个微信的呢，大家可以扫一下，但不过他们不好扫啊，他们拿着手机在看直播，截图，先把它截图下来，然后呢待会儿呢下了直播间以后呢去把它识别一下二维码，然后呢在这个朋友圈呢大家会找到那些基础的课程的图片，基础知识的图片。再想想要不要知道未来，君君师姐，我觉得你一定要知道未来，而且你知道的话，你的人生会更通透，活得会更好。行，那所有的家人呢，那今天呢老师的分享呢就到此接近尾声，非常感恩你们陪我到现在，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呢就早点去吃饭哦，来，咱们再次呢用3朵玫瑰花来结束好吗？对，暂停，是好的，拜拜，我来。